依家咧就經過呢個地方咧，就睇到即係意大利啊呢啲海邊嘅地方。咁啊，呢一棵咧就係無花果樹嚟嘅喎。咁啊，你會睇到咧，即係呢度有無花果啊。咁喺即係意大利呢個地中海嘅環境咧，就非常好嘅啊。即係今日藍天，真係藍天碧海。咁啊，呢度啲建築嚇，真係好舒服。咁啊，主日講到都可以嚟到呢啲咁靚嘅環境，都係神嘅恩典。咁啊，感謝主。